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天悦围棋为您带来的中国围棋大西式赛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非常荣幸能和著名国手刘晓光老师一起解说。刘老好，你好，亲密的大家好，对，这届决赛呢是已经近期久违的可以下面棋，就面是棋啊。线下可以面对面的下。这次比赛呢也是在我们的深圳进行的，对，所以说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去前方看一下。对。这是现场。对，他们办了一个关于围棋的文化展，然后还是挺漂亮的。如果有附近的棋友，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好，这是对阵表。是的，经过多轮的角逐，那么我们芈玉婷九段拿到了挑战权，来挑战目前的卫冕。去年的冠军对，丁浩，是吧？是的。那丁浩也前不久刚刚在 LG 杯打进了决赛，向哦。他个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发起冲锋，所以状态也是不错。状态不错，也是年轻的代表。像对，丁浩是最零近，零后，对，哎，对对对，年龄比较小，是现在比较引人注目。丁浩是现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是芈玉婷，芈玉婷这个棋风也是很犀利的，是的，比较好战，好战。这是他们下的，这是现场的画面。对，从刚刚的画面来看，他们的布局也是非常的熟练啊，基本上。都不做太多的思考，都已经有备而都来。有研究，对，都有研究，都是跟着 AI 各种的布局的构思啊，他们是非常熟悉，对，想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留在哎，后面，对对对，所现以一在开始就这见大棋。赛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大赛啊，尤其是现在一线棋手，他们布局啊都基本上不用时间，都是熟。前面很熟。你看大赛的高棋啊，他一上来长考很少，几乎没有，都是除非遇到特别他没有见到的这个没有准备的，那才会进行长。一般都是前面非常熟，都是布局现在下自己准备的那一套，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样的场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这看，盘棋，经过拆先呢，是丁浩的黑棋，芈玉婷的白棋。作为三番胜负。那么第一盘都是拆先，啊，那第二盘就是交换黑交白，换。那么第三盘再拆一次，这好，是规矩。那么那，第一这个拆先呢，丁浩执黑，对，那我们中国围棋规则呢，贴切木班的情况下，现在普遍高手更喜欢白棋一点点。对，应该尤其职业棋对手对啊，他对，这个喜欢白棋呢，他这个贴木可能让给对方有个压力，这是好像偏多一点点，对，好像。稍微多一点。是，现在这么丁浩小目这么兴，然后呢，他呢就直接3-3，这个最近是流行色吧？对，原来我们肯定是先把两个角占 完，不管你是下对角还是两个角，但现在好像觉得点完3-3以后，反正你选我也能再占一个。都有，现在也有占这个角的。这个占应这该个还是居多的，多占的，角还是多的。但是他直接就3-3，直接3-3当然也没问题。现在这个点3-3，太流行了。流行，都不点3-3都觉得不对劲了，你就不合时宜了。对，然后白棋飞，非常见，常见，这黑个非棋，常难。倒是这一步拖和顶啊，倒是可以思考的。这个是顶还是拖，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是居多，这个特别多。这个多呢，就是说白棋希望你走成这样，拖呢就是让白棋给一个选择，要不要搬？要不要搬？对，你有一个搬，故意给你选择，搬呢它顶啊，你是要长的，对，这个就是一个定势了，是，而且现在我记得最早可能是因为芈玉婷九段下的比较多，所以很多人管它叫芈式飞刀。所谓的芈式飞刀，对，所谓的就是这个接下来是是。会有一个超这级个呢，复条杂。件就是必须征子有力。这个政策。如果是白棋呢，这不合适，不要这么下。如果没有子，就是征子，黑棋能征掉。所谓征掉呢，就是说我可以搬，对，他打，对，这个我可长，以，哎，对，他打一个长也行，打一个长，对，就是说你如果吃这个的时候或者怎么样，这个就给征掉了，是吧？这叫征子有力。征子有力，好，那么现在走呢，等于是丁浩黑棋他挑战你，
你不对，是就米是氏飞你刀对吗？啊，我来。我让你来下你的米氏飞刀，是的。实际上给他一个挑战。对。如果下，我估计啊，他是有，研究的，哎呦呦呦，大概就是，大概是斑，大概是斑，那大概是这对，就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接下来就很复啊，杂这个后面一大堆很复杂，了。对，粘完两边再对对对砂，对，再是转不到是两又，边。对，是不是又有新的？这个结论，新的发展，未可知。但是这个棋呢非常复杂。那么丁浩既然敢挑战对面的这个小米，对，你不是米氏飞刀吗？挑是。战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呢，对方哎，我们的米氏飞刀的创始人啊，反而就是 B 站了，他不对对下。对，他退缩了，退对，缩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给亲友们介绍，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平时这个定式就很复杂，但是遇到了米玉婷在主动选择米氏飞刀，还是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定式我不怕米。不怕，对，你不怕，就挑战你，让对。你来，你看看你倒有什么办法。那么对方哎，但最是，后退缩，哎，不搬了。不搬了，这个棋啊就相当于这个对，这样的长和棋，长飞。飞，反而你这个棋啊倒未见得要交换了，长了飞居脱先居多，下一步我有可能是这个居多，现在等于是这样，还原成这样，你看它还原成这样，对，实战就这样。那你这两个交换有可能还不见得马上走，是，可以保留。对对对，你要走啊，我黑棋来说乐得你走呢，是吧？对，就实战，像卖掉了刘老刚刚介绍的这个取这个势的变化。飞也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布局啊，没有说绝对一定怎么样，这个都很微妙，不能说。怎么样？这交换一个，也许后面怎么样？但是呢，从心情上说，他挑战他，他不敢往上走，哎，那我么好像。退缩，我心情上还是比较爽的吧，对，因为其实像 心里白面有点棋胜在利。选飞的时候，也是在考验黑棋。黑棋其实是可以 B 战的，如果黑棋怕，黑棋就下成这样了。那现在黑棋说我不怕，你缩回去。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可能实际上对于未来没有差很多，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心是态的，博弈上，对，心理作用啊，心态博弈，从这个地方，丁浩好像这个获胜，对，这个小小 的一个小交小锋，因为白心棋理，飞就是说，本来大家应该见长和飞是比较多的，对，他飞就是问，哎，这个米氏飞刀很复杂，你来不来？然后黑棋说好，我来，但是白棋说那我不来了，我算了。小小的，这种个心理变化对，啊，我们给大家来给他。猜想的说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现在走成这样，是。这个咱们就转战到别的地方了。哎，下站面脚。站脚，站个大脚，没错，肯定没问题对，啊。那黑棋也站个一脚。个站脚，各站一脚，是。星加星，然后再挂角了吗？对，挂挂角。角啊，挂角好。那么在小尖是。啊，这就是常规型了，常对，规型接下来白棋是拆这个。拆这个是。流行色，对，都是高，不是这个，这个现在都是高位，以前都是这个，是吧？扎实。对，现在这个就说你打入啊，干啥，我不怕，这都 AI 给了很多建议，就是这个形状，然后跟这边能形成配合。对，这个应该是差不多吧，对。形状差不多，这就是布局到这，他们下的也飞快。都胸有成竹，都有深刻研究，是的。在这些布局的里面还有很多道道呢，我们有时候解说不太清楚，因为他们研究太透了，但是呢，他们下得很快，大家可以观赏啊。然下面后点三三三，三，三三，见三三就点，是的，那现在也是一个趋势，好像不点都是这样。对，我也习惯，只要让我下去，我也点三三，反正我们都点，都点。都可以点，你也喜欢点吧？可以点，可以点。那么点三三，他以前我们说这点三三不行，这以太前老早了，对，你说哪能这么早就来点三三说呀？给后世，那么点三三也没有帮助，又挂一个点三还有可能。你先直接点三三，以前觉得这个太早，这以前要这么说，觉得不懂棋不能这么下。对，但是，这又发生了变化，是的，有了 AI 之后啊，
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它大数据完事儿之后，他认为点三三绝佳，效率高。效率高。哎，对，效率高。它的，我觉得最主要，它就是要效率。是。哎，效率就是说让你变化，你怎么给我定型？对。哎，看你的定型完了，我再出手，我效率达到最佳。就等于过去我们理解点三三是黑棋取地，白棋取士。现在点三三是我虽然破了你的地，但是你这外面是不是后士，哎，对，打个问号，打个我问还号，不一定。对，我是让你先选择，然后是这个是效果达到最佳。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要绕嘴啊，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慢慢理解。这个的确，完事我通过下了点三三之后，我也有体会，的确，它是一个效率上最好的选择。因为原来我们还是相当于先承认你占了一个角，然后对，这样怎么着白棋是可以护住的。现在是直接我就进来是，对，最近我也下元了。老赛，对。也点。是啊，哎呀，过去很多学了很多，那种新小布丁式，其实翻篇了，因是为很多变化，很多白学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村正妖刀啊，对，了。啊，然那后那个个大都雪不下崩了，啊，对呀，然后大雪崩，大斜千变倒是还现在啊，还大有，雪崩很少下对，然后村正妖刀是真看不到了，但我记得了，啊，小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分支有很复杂的变化，很复杂，学了很多，但是现在好像再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可能对。未必是一个军事，所以慢慢的就现消在都失不了。用了，尤其是过去的日本的那个定式啊，哎，小不本定格，式、对。三三定式，那过去不用了，都现在新的变化。好，我们对，看看现在啊，点三三，哎，然后白棋是挡这个，是吧？非常普通，然后又飞了一又次，飞一个，再飞，现在已经定论，飞比搬呢多或者好，哎，那搬呢，它搬呢，主要下一就步这个棋，图，哎，对，以前就是。以前就不，它是长。我以前觉得不好是这么长，哎，这个觉得就可以了，以为是黑的不好，实际对。上不，现在不对，说是这样是黑的好，对，但是以有前一说黑的不好，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过去对点三三的定式看成这样比较哎，多，我们总觉得这个角上本来你不走被白棋一搜刮，这个一定行。但确实下招这样以后，我们一看这个白棋是真的厚了。好了，对，这一搬粘应那该是你红。说为什么现在要下这个说这个不好？现在理论打破的理论，说这样你说白的好，那么黑棋为什么 AI 说这样下，说黑的好，好在哪里？下一步要走在哪里？下一步是不是要以后要点哎，它？对，它的关键呢是吗？我点完三三了，我不搬粘，我是要走这个，哎，或者这明白。个，哎。我还有后招。哎，对，是你不管走什么，你立呢我就爬，对。爬了什么挡了，这再说啊。反正我这个步步搬粘，关键是你走完之后被我这一点呢，这个能出手点着了，我上边又来攻着你了，我角也拿了，上面也拿，我这个可以考虑慢点，但是我至少有以后有后续的，这个就是它的效率。两边都要，哎，对，这就是它效率。他说我角拿了，外面依然是我的，外面我还有利用，不是马上搬粘，搬粘被你以后啊，有可能利用不着。对，现在主要是我后面要利用，那刘老就这个图跟这个图，所以白棋是好在哪儿了呢？就是因为本来我们说搬线少一点，但这个对，图其实还相对多一点。如果如是，果你这个交换了。刚才我说的，它有一个点，就是这个点呢，被它能点着。是，如果不交换，就是这个点呢，如果是这样，它这个点呢，可能不容易点着，不好点了，不好点。而且他说是你多顶了一个之后啊，我有一个搬断的手段。反而有哎，手段，对，他说有这个手段，这个手段挺厉害的。有点讨厌。如果我吃这哎，对，他有一个这个，这是 AI 的，这最近流行。为什么流行？它关键是这个后续手段，个，它有个这个棋，对。哎，你这个棋很讨厌，你说怎么办？
如果立，那不可以，对，这个太重了，这个不可以，你可能只能提。啊，那白棋哎，在于对，都打。没完没了给你打劫，哎，你总不能粘上吧？粘上之后，我这不，他这个打劫，因为这个劫它很轻，白棋。对。哎，反正该走什么走什么，反正我就放着，我再走什么都行。嗯，但是我这个劫你很讨厌啊，你总不能粘上吧？粘对，上这没粘上法我就看了。虎先生哎，了。对，这个又不对了，所以。它关键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这个问题，让一个让你顶，里面反而有气。是，哎呀，这个，所以大家现在都流行这个明原白，因在此。就是非比班多的一个原因。哎，对对对，最近的流行色在这个地方啊，基本上就嗯，这个几个变化。对，好，我们再话有点长啊，嗯。再看看别的，看实战啊，看实战，走这个实战啊。对，这个地方黑棋就没有哎，再这个试着拖没了。说的，这是常见。嗯，下一步班段呢，一般是后续手段，白棋是这个。哎，对对对，这个后续后话说啊，至于选择再说。但是现在呢，他先放着，他没对，走，他保留，先他挂角。挂了，他没三三啊，嗯，这个不点了。不点了，还有不点也不错，他就直接挂角了，对，哎，挂角。现在点刘老会不会有可能这边后的话，他就选一个连扳的定式？有可能啊，比如说，对，这个不，定他也式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啊，也可抢以个这样，先也可以手，这样，抢的这中间可以抢到中间了，嗯，而且呢，AI 还有可能这个哎，更进一步，呢，哎，对，AI 还有可能这个，什么都要效率，我估计是这一类的，嗯，好，所以他选的挂，挂可以啊，应该没问题，这迷形挂，对，然后接下来黑棋说这个地方你扳断不走，那我觉得挺大的，我走。哦，他直接走这个对，就这边不理了，把这个地方安定一下。立。这手棋当然就是防了我刚才说的扳了断，嗯。哎，但本身它也大，打了立，这是后面你看打了立，这面这是漏着风，这本身一步大棋，倒是很现在挂了之后不，以前我们老老实实这个，对。现在这个反而少，嗯。这个少了。这个像这个过去的都是这个是最普通的，嗯，现在为了追求效率，他简直都让你来挂，让你双飞，对，尤其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长头，让你双飞到，我觉得可选。对，有一个接应，哎，不是，他这个有个头啊，你在这里挂呢，这里成空啊，我已经限制你了，反而让你来。你如果我只是这样的话，比如说在这里有子的话，比如说这种，那我这个头就效率不高对。了。哎，你在这里白棋，让你在这里走，我觉得这个选可以。一步大棋，哎，直接丁号是不是直接就上了，就把这走了，而且走得很快吧？对，基直接本就上是有备而来，有感觉备，都想得好，很清楚。让你双飞。对，那双一般我们见的可能低双飞多一点，飞。这盘其实选择高双飞。高双飞，我给 AI 给的提示反而多。哦，我最近看它这个高双飞反而多。嗯，如果低双飞的话，哎，它就走定式。对，黑棋靠或者靠这边，哎，对对对对千对，万要都。注意，就是有了 AI，这个定式已经消失。就是说黑的不能走。黑的这个好像效率稍微低一低一点，点还是要追哦，求效率。效率。这样，啊，以前那个定式就淘汰。嗯，就觉得这步棋对白棋的压迫太小了。白棋进角以后，黑棋在这个地方没有后续没有很后好的续。后续手段。但是如果我现在不管靠压哪一边，那么白棋其实它不能轻易的进角，它局部的形状反而会好一点。那走什么？嗯，比如长就是长远，挡一个，对，嗯，然后拖的话。如果征子有利有断的，但现在征子不利，可能也就还是搬就行对，还是啊，在搬，角上。对，粘了我粘，对，对，这样，然后这白棋可以可能吧？拆个二。对对对对对。就这种形状，嗯，这是一盘棋对。啊，可能是这种形，这种形呢，白棋不满意，是吗？他选的是高的。它高的，高的话呢，就希望黑棋往这边转。如果下成这样，他觉得自己的方向是不错的。这个应该也是棋友们这个定式，见过的一个定型，定型，对，大致如此。如果这样，嗯，是不是白棋这样比较满意？可能走一个，我那看，个倒慢一慢，慢嗯，点走也可以。我说这个，啊，对，扩这个，张自己也可以。一盘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棋，他没有这么下。
对，总之这个方向应该是白棋所期待的。期待的。他在高双飞的时候就希望你往这边出头，我转到这边来。这也是一个定式。对。但是呢，实战没有这么选。实战没这么选，对。还选了一个紧凑一点，靠这边。我看 AI 给的提示是要，是要这个好像，嗯，是要这个，这个好像挺多的。对，这说明还是不满意从这对，边。而且搬它过去是长这个，它对，现他在还要长尝这这个。个。哎，以前我们定式都是这个，这个定式我们下过巨多。嗯，现在白下点。点短，对对对，点三三走这个，对对对，这个我们曾经下过这个嗯，定式，他不认可这个定式，他觉得你这个黑的亏。还是损失地损的比较哎，多。对，他不愿意。以前这个我们曾经下过这个老定式，他觉得这个没啥意思，嗯，可能也许啊，那他当时飞一飞，你这一长这有征子，对，对下吧？一手也很大。可能黑棋难受，这个都又淘汰了，这个嗯，定式淘汰了。好，这个就以前的定式不下了，是，它现是在长，改成哎，这个对了。对对，长这个，对，对，实战这样。然后白棋接下来呢有点角的，三三，对，直接三三，对。因为白棋再走的话，黑棋形状就还不错，但如果顶，黑棋就顺势长，暂时你这个冲的话，这个子损的也比较惨。给大家展示一下，如嗯，果你冲，对，它不是挡，对，它如果是像让，他这样的话，哎，那个白棋好，对，这个白棋好，白棋希望，嗯，它狡猾得很，它是退，哎，如果再这冲。再退，再冲，再冲，再退，啊，下面大，他认为，你这个冲下来，这儿留在里面一个子啊，这个交换白棋不便宜，黑棋希望这样走，嗯，是不是这样？对，就白棋虽然有一道外士，但是这个子被碰伤，损失非常大，所以一是，般来说，白棋都是不能这么选的，白棋不这么选，嗯。对，他这个就是黑棋就是希望你这样，他灵活的，嗯，你要这么下，我就会这么长，两分虽然两分，不是虽然两边，但是我走在下面。好，这是定式的继续，我们再往下说啊，他点三三，点三三是应该是定式的一种吧。对，也是给提示的一个最佳选择，是的，或者说是最佳。点三三呢，就是看你选择走什么。嗯，黑棋可以选择转这边，对，然后有一些场合也有断的，啊，对对对对但现在他觉得还对，是这条边价对值对，比较大，多数是选这个居多。嗯，接下来对对顶，对对对，下成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它有和刚才有一个区别。如果刚才是退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形状反而不如实战这哦，个，这个怎么办？对，因为你不能没有心情再等哎，了。对，你要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个要点，这过去这样，你看这个子当然不如这里，对，是吧？哎，这就是它的跟现在演变新的定式跟那个以前我们的老定式有的区别所在吧？你要是你要断这个也不合适，压力为什么不是断这个？它挤，啊，要挤上来。哎，挤挤。对对对对，棋很厉害，很厉害，这个很厉害。因为如果虎，这还有一扳，哦不不行所以不只行，能。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要点，这个挤是个要点。哦，好，实战，好，实战的话顶一顶，个是，哎对，对，然后接下来外面其实是保留了一个以后征子的可能性，但他先把这个地方定搬一型，下啊，对对对对对，搬了虎。搬虎，对，搬虎是个形状吧。如果不走的话，这个局部白棋是有连接的手段的，相哦，当于这里有一有一些个味道，就有是味道，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可以利用黑棋的气紧的，是是是，所以定式的一个后续就是要把这个地方交换搬一掉，下，搬虎，然后白棋打吃。这个棋呢，这个棋形状上在这个地方，大家搬虎是常见，搬虎是常见的一个形状，这个呢。根据全局啊，还有一个劫财问题，如果劫打财劫，有利，目前一般不那么早开对，劫，黑棋有一枚本对，身劫，这是一个下法，但现在这盘棋很明显外面也是有劫财的，所以黑棋能不能马上开还是个问还号。是个问题，嗯，对，这就是一个劫财，有一个劫财选择问题，敢不敢下手？嗯，
我这个来，对，这肯定是劫，这个还是大。把那个都提掉，那就轮到黑棋去找劫找劫，这个也损。了。这个有点，这个棋就搞得马上进入一个复杂的，紧凑起这来了。紧凑起来了，是吧？对。但是呢，这个棋黑棋也不肯马上选，黑棋走什么了？黑棋选择松一下，我先夹击。夹击，这个棋下法稍微多一点，或者这个还有可能，或者近一点，或者哪里更走，远一点。之类的吧，或者说至少这里。我这，哎呀，这个选择有点难，这个有点难，在哪个位置？现在又面临着这儿有一个劫，既然有那个劫，干脆我选大一点，走大一不点怕算你。了，反正那个你要有子了，我再给你揣劫，那不是也就是说也不怕，到时候你有子的时候我再走，这个反而是可以考虑，或者那至少在这里，是吧？可以考虑一下。是的，尤其是这个位置，其实一般我们在进攻这五颗子的时候，通常就会夹在这个间距。太近的话，可能觉得白棋出头；哦不，那个太近了，对，太远的话又有空间，所以就刚好夹在这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我反正也在想，儿。我要选个中间这个，然这个后有可能照顾这边就往前一路，往前照一顾路，这边就往回顺一着，路。对对，就是第一感啊，他实战是走的，比较侧重哎，于这这个，边。丁浩是选这个，这个呢二尖加。啊，这个棋呢，感觉有点儿，反正是有点偏老实，或者说，要么中间他这要么就下一步有点大，下一步哎，可以，这步很厉害。下一步可以是吧？对，所以我这么说，白棋就很想抢要了。我说单抢的话，要么他是怕这个中间，或者这个是吧？这个也有可能怕，这个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反吧？夹。反夹也有可能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怕这个。那这个那我从心情上，我就想在这一带去白下。棋啊，对，对，想走哪个？这种。哎，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或者这个什总么？之就是借用一下这边的味道，然后转到这边来，感觉还不错。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这个也可以，这个也行，这两个啊，或者这个呢？这个有可能他还往上走。或者怎么样啊？就现在下面漏风，哎，感对，觉围控不尖冲如也可以，转到上面。尖冲也可以，好对，像，但总之白棋是想在这一带定型的，不对，管是选哪个选点，是，这个地方双方的一个消长。但我记得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好像白棋提下的很快，但这下步得很提，快，这个棋他既然不给他也没给你打劫，你就不要再怕他打劫了。对，我人家他第一天都不开。既然他没有打劫，他粘不太可能，对，粘又给轮走你，了。他粘上给你粘这个，他没必要。对，损到了外面的这个啊，肉。对，那至少这两个也损了，还不如这个呢，是不是？还不如这样的。那粘一般很少选，那么干打脆劫又不一定敢，啊，那就可以放一放。应该先走这边，先走。我倒觉得这个或者反正这三个点，这个可能更紧凑一积点。极一点。哎，更紧凑，这样呢，对白棋有点压力，对黑棋，对这个有点照顾，这样是不是比较，有点想往这边走？比较让人有点向往的地方吧。那个他是直接走，他是想让你对，你粘或者粘，爬，不管你怎对，么先走看一你个，是想粘还是爬，他估计是粘，这爬一段就完。是的，这估计粘呢，我以后还有加，然后我再来，可能我觉得效率高，就是我又补了这个劫，对，又能进，这样的话，甚至他想我加一个再试你一下，再问一步。啊，都有这种可能性，或者是我再看看你，或者我再走这个，当然这就最好。可是不会轻易如你所愿。对手是丁浩，那还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啊。不是别人吧？黑棋，这明显的一个好点。这个好点，这你总不至于去断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断可能就不大对了，这样就走太多了，这面就有被动之嫌。对，黑棋顺势进攻这一块，马上就围起对，来了。你这一直在那，
它就这面还是挺大，所以呢，那个段可能，有一点点小，不合适，那也得，这个不能脱线，它是走的飞是飞吧？起来，常见的形状，走飞一个，这是最常见，对，哎，这个地方只有出头，这样的话才能限制黑要棋的走是发展，飞，压是不合适，对，压的是如果走有被点人家连，慢，不是，不太俗了，这头被人家在人连家扳后了，面，对。被人家连扳了，对，这样不合适，总是要飞，飞一个，然后飞一个呢，那面，是一个大的，对，大的，但是黑棋觉得这个地方更大，哦，不粘了，对，他觉得这个段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有道理。因为你这如步果棋四小时大，不，他是说你断他他要又要，进来了，对，这样的，是的，他把那看清了，他可能是这样，是吧？因为这步棋其实是黑棋在积蓄力量。本身如果我直接要进来的话，哦不，白棋的搬了虎是绝先，不，他是你走这个，走然这个后，他比如说先整了你差不多之后，这里面变化就多了。还他有可以单搬搬，下来，还有搬这个呢，变化，对，对，这也是一种变化，对，这个变化，接下来这两个要点都很大，对，所以这里面其实白棋是有后续手段的。对，黑棋立在这儿，就是把整个味道补干净，跟之前的打了立是有一点相似，就是补预不，防一下白棋将来预的防，手段。有道理，直那接立，那立完就看白棋怎么选了，你是要断呢，还是补补上面，还是去走别的？我们看他实战，哦，实战就补一个。应该补一个哦，补一个，那如果白棋补一个，黑棋能立一下，还是可以满意的。可以满意，就或者说两分也行，对，就双方就各是有双所得。方，一个都两分算是一个妥协吧，大家都认可，这也就这棋该这么下了。你立了，我补一个，各取所需，就是一个慢慢来，两分的棋，然接后。下来黑棋是张在了这儿，瞄着白棋。这个倒是我想有点狠，它当然本身补肯定也是一步棋。补是一步棋，对，还有什么棋？这个地方有征子，它是不是可能征子现在都不需有要点走了，小？那个地方打一个再征一个，走两手棋没意思，不是很征一大，个而且或者。暂时征不掉，还得引着征。但是这个我要走的强的话，我想这个，进来。或者说，怎么飞一飞，对，那这样可能便宜一下。再走一走，或者再走这面，就有这种想法，那他的这步呢，刘老？他这步用意是，想攻着他吧，想进攻他，相当于瞄着这块瞄白着，棋。因为就算白棋不走，暂时黑棋是没有办法断开的。对，感觉是想瞄着这步棋稍稍，反正这个有点高深了，我理解可能欠妥，我不以太。后他可能棋形也就是这种，因为冲，如果是冲了点的话，这个位置就不是特别的不是理特想。别好对，他可能是，只能是瞄着以后这边的一些借用，但是走这个白棋就尖出来，啊。感觉黑棋也不一定便宜。不见得啊。所以这步棋的后招，我们待会儿可以看看哎呀，他是怎丁么浩准这个备的。棋，这招棋我有点儿，不容易想到。我是比较俗一时代的话，从这面走完了之后，我还有个这个想法，没空呢，或者说我就直接粘上，这个真的很大，也是一个想法。粘上我估计他怕再加一个难受。他觉得有点不舒服这不个是地加一个让你选择，我有点难受，是方，立下来呢，还是怎么样？立的话就以后这边很重，对，有他有一些不放心，但如果忍耐呢，这空不就合没适，了，对，对。所以他干脆不粘，干脆不粘，他粘了被你加我考验我，我有点难受，那我就不走了。那就不是走了，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大飞，这招棋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棋啊，的确现在也比较难选择，像尤其这个时候要选择不好，像我这个比较。轻易的走在这里，比较用强，有可能把局面拖入到
难堪的局面，嗯。这种容易用强，或者你简单的飞一个，飞的话，白棋是爬还是爬一跳？个吧，爬一爬个。一个，嗯，跳的话，两跳边有不冲的跳开我倒放。高兴，跳你这个松的，以后嗯，不管我断哪边，好，哎，爬一个。爬一个，我是靠一个还是长一个？我自己我还在想，嗯，我是尖爬的回爬还是回爬？爬回，哎，这样，倒是这个，我是在想能不能这样走。他没有选，看人家这个，他选的一定比我强。啊，没有，刘老谦虚了，风格不同。风格不同。哎呦，这个白棋，嗯，那他白棋说，我还是断，这个断确实眼很见大。你老不沾上，我就对，要不大家都不走，显得我这个提多没面子。断。我早早提了一个，你不走，我不走，已经那没有面子了，对，这个要还是找断回一个面很子，大，要证明我这个题，有价值，有价值，是所以呢，要连续的走，的，嗯。这就是，有时候下棋也是为了证明前面你后面的跟上，就连贯的一个思连路，贯思路，那现在怎么办？哎，刘老这招，他来了，他要进来。啊，这个凶，嗯，他这可能觉得我还是积累了一个，还有多了个接应。丁号的靠。那就是说，等于是这两个交换了，对，再再来，来。哎呦，那我说不交换，直接来，我倒是第一感是想了一下，我真想了一下，嗯。但是想归想，就是，可能我也没什么自信，但是我是往那想了一下，想靠一个，这个形状和这个拆不一样，拆是怕安尖，全，对，这个呢是怕打入，怕靠，是的，现在他靠一个，好，这个就平力量了。对，因为现在打入可能白棋会靠出来，就你如果对这个子压迫小的话，是两的，边打架，是的，所以他希望白棋，比如说用这个，那我就哎，那还原希望了，的，对，那我就来了，他希望，黑棋希望这样给你找麻烦，嗯，让你怎么选择走？你比如说你要这样这样，对。是吃还是怎么办？那你如果吃这边肯定有有争争执，子，对，对，这个你选这个吃，我这有打，这有争，嗯，你如果贴呢，我就更好。对。但如果你退缩，那我肯定是便宜了。像这种轻易哦，都那我认高不出兴来，了，那就高兴对。所以它碰上来会更紧凑一点。对，那如果搬的话，刘老对，他是，搬它有两种，一个嗯，这个，一个这个，啊，这也是两种。等于防住了白棋原本的联络。这样就是说黑的借势啊，行棋，感觉有步调了，因为这个我又没法吃，吃你就顺势下来。大概会这样，对，如果长被你靠出来，嗯，我也许这个。有可能有直可接能，给封住，对，感现在觉他还不是错。直接这个，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拼力量的地方，大家力量大或者怎么选择啊，这个显示他这个职业棋手的力量在。嗯，嗯。这个米玉婷啊，其实我看他的棋非常善于战斗，对，他就是力量型的。啊，直接他要是就是说那个棋形好的时候啊，或者厚一点的。他可以上最简单、最狠的招，最直线的攻击。直线。哦，对，说对了，是直线，他就没有弯弯绕，直接拿下，直接让你要害，直接要害。他属于这种类型。那跟您风格是不是很像？我在我的印象中，刘老也是这种。不很行了，直不线行了，不善行战，了。我这个现在没法跟他们比了，太老了，太老了。这个我就是说，他们这个像迷婷有几盘棋我看了，很是有力量，非常有力量的棋。那丁浩现在，我跟你交换，可能伤我这颗子，我就直接来，直接来，对，干脆不走，各走一边，这也是一种下法。对，你走你的，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对，契证合了。明我的有价值，这个就是一种下棋的一种那个什么。气势吧，气势或者说方式，你就不要跟着你走，跟着你走，你反而容易就着他的调子，或者证明他走的前面肯定有对，不，我走我的，长一个，那现在就形成了一个转换，那就彻底各走各的。对，白棋这个挺头肯定很有价值，黑棋刚刚刘老想围的这个潜力就没了。但是黑棋连走两手，白棋上方的势力也是受到了影响，而且接下来他他下了一步靠一碰，个他不是打，哎，这个不打他服，可能长，是，打他长，
打一个呢，他觉得这个形状啊，他反而不觉得，他不希望这样。对，他希望借力打力，比如如果你在场，那我可哎，能又伤到你这个字儿。他是想这样，你如比果，如，哎，对，你要是跟着我走，哎，那我再打，哎，你你就长的时顺候我势。就冲出来。这个比较厉害，这这两是，步棋。它是一个常见的下法。如果靠在这儿，你那如如果果不我管长退的，呢？那我就上面打了。哎，把这个子儿给啃你了。这个呢，跑了就不合时宜了。你再跑，我就顺势打下去了。因为单打它就长了，是吧？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下法。好，我们看看啊，所以白棋觉得这个子还是很大。它长。那如果这样对比，确实黑棋这个子可能对白嗯，棋影响更大。影响好一些啊。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碰，可嗯，能棋友们也可以借鉴类似的借情鉴况。那接下来黑棋退，然后这个虎也是一个好点，它立破眼，黑哦，棋这个再地方贴走，出，嘿，下成这样。这转成这个样子，嗯，变化这样，对。这个样子等于各走走，完全最对，初跟碰之前哪想都是走成这样，是，各走一边。这样怎么样？好像也是一个，差不多，哎，大家咬着牙在咬得很紧啊，应该说也是个2分棋，因为现在白棋跟着走吧，这个不能被扳，对吧？跟着走长，下步这个地方还有飞啊，还有点，有破是眼吧？的手段，比如说走这个、走这个等等。哎，对对对，至少有个点吧，是吧？黑棋是没活干净的。对。实战他实是走战的是贴出。贴出，直接一路贴出，那白棋把这个头扳住，扳住，因为如果再出来的话，就变成自己一个人跑了，所啊以是，还是要扳住。然后下一步黑棋是挺稳健的，黑棋选了这个，先积蓄一下力量，虎一个。虎一个呢，他说我这个眼位啊，当然好很多，是吧？这个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比如说我尖，我如果立哎，对，这个地方有瓦粘的，手段，哎，就比如说我这在瓦，对，这样，对，这一段，是吧？这样的话，当然你看这个子积蓄力量之后，这个是白棋有点麻烦，这样的麻烦，是吧？所以呢，这个棋虎一个的后续手段在此，瞄着这个挖。对，那瞄着白挖，棋现在补不补呢？白得棋，走棋，走什么的问题？对，哎，走是什么？往角上去补，还是往外面走？如果你往角上，如果这样，他大概这样，这个毛病啊依然存在，好像还有缺陷，还得走。嗯，有缺陷，这个地方。你说缺陷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动你的手啊？一个是挖粘，当然是有了。那对。我还有可能别的，我怎么觉得顶一个你也不舒服？但是呢，你要这个我有点俗，说这实个话，可这能个是太要俗，劫财太俗，非常有利的，不是这个太俗啊，直接了，断，太俗了。但是就这一类的棋啊，总之是有味道，都有味道，各种的棋形都不对，就棋形啊，这个地方感觉。还欠手棋，嗯，是，有欠手棋的。我这个哪怕顶一个，你也不舒服，嗯，顶一个也不舒服。因为如果进去的话。你如果进去，好，我这个挖一个，这个，很犀利的，不，就把我分断了。这个就有问题，是是的，不是是啊？的。这个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缺陷的。是是吧？的。有缺陷的，这个地方就不至少不厚吧。所以呢，往角上不是一步，不见得要走，不见得多好。来看这个他，角给他，他走的是这个，这个我觉得比角上好，转比到飞外角面来。哎转外面好，转外面好。你角上啊，你哪怕跳，这个给你了，他可能他走什么？他尖了一个，尖一个立。起立。目前和刚才那个不同。目前我这多一个子，哇，我就乐得你这么走如果你再粘，了。哎，这个不怕了，这个再不怕断，了。哎，对，这个不怕，这个不怕。这个棋啊，里面就有棋了。如果挡住，对，我先
先搞搞你这个棋，黑棋自己也没有，自身有问题，对，这样，那这个棋，我自身要那个什么了，非常严厉的说法，自身再走走自己要出问题了，黑棋出大问题，不是要这样，就是说我多一个子，我就希望你这么来了，是的，哎，我正面还慢点打出来呢，这个一搅一搅，你自身要出问题了，是。所以间接的补住了这个断点，黑棋也不能马上去。对对 对, 对, 对，现在先走这个地方打劫，先放一放，让你给我定型。白棋这样下，我认为好的。这里面角儿还有跳啊。对，白棋先。当然，虽然这个袜粘，当然毛病也有啊。先放着放着走，他走什么？然后就是跳进去。马上。对，第一天就跳了。第一天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就跳了我这个形状慢一点吧，走这个或者、哦、或者是、这个、还是很要袜粘，怕的是走这个袜粘呢，一子两用辅助了两个断点，但是这个也行，这个袜粘了我能粘住断不了，也可这个补一个吧，或者先等一等，补这个三个，选一个两个三个，你选哪个？这个感觉这个还这个好啊，袜粘断目前不怕，袜粘了断我就顺出来，目前不怕。那黑棋如果补一个，补一个算了，补一个可以，如果你补一个，我这个这边还有封锁，对对对，这个袜粘现在不怕，怕吗？有一点怕，我来个狠一点要断我一下。那我这个地方吃，您就包住我。我是不是有点问题吗？我看啊，我就这个不行吗？好像这也单虎一个也，棋形不是很好。你如果我如果挖挖粘，对，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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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粘上吗？好，这样粘上。这个棋你想要吃我？对，这个有可能吃。点会不会棋好一点？是不是要点我啊？这个我杀气的话，我有可能，有点危险吗？有点危险吗？主要看外面。有可能我差一气吗？怎么收？这样。我搬一个，对，我可能差一气，感觉好像黑的气还行，黑行全部给它吃了，是吧？对，这样是，有可能我是差一气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白棋我得想别的办法，就是算给你吃了。其实如果全包住好像也还可以，因为这个地方如果黑棋就是吃完白棋铁后的话，感觉在这个地方黑棋的联络其实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对，像这种形状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还挺多手段，不是这个棋有点复杂了，但是我要防一下你刚才那一下的话，也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对，或者我觉得可能黑棋这块因为不活，是不是白棋就算是慢慢攻，可能也是一种风格。不，你要走这个的话，我的下法还是很多。对，或者我可以先问一问，我保留这个上面。总之，这样的话，其实就算能吃掉这个蛙，它价值也没有那么大。没有大，白棋是可弃可取，不是那个多可怕的。不是特可怕，应该说，还行，就是说那个可以等一等。可不应该说啊，是白棋可以。就搬了连搬，或者那个杀，不是说净杀，如果我知道你一起杀的话，我会让你制造一点麻烦，比如说我可能是连搬，你当袜粘，我这有个点啊，有点复杂，是的，好，那我们看看实战，这个、实战是马上第一时间跳进去，跳进去有点猛，可以跳进去就直接要求那个什么了，对，直接要求，啊，黑棋也很猛。黑棋断了，哇，这个也很猛。我第一个这种不满意吗？还不肯啊。一般类似的形状，可能我们家的出头比较多。他是直接
他的算路应该肯定可以。他很。但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未知毛病啊，敢吗？是，当然断你争不掉是肯定的，第一手是对，吧？你争是肯定跑了，但是现在呢，他就说，这个上面也被牵制，对而对且这对个对，扳好像很厉害，扳很厉害，嗯，是。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如果是简单的吃这个被白棋摁进去的话，不肯合定适得不啊！偿失，这里面太苦了，就算你能怎么哦做，不能做活，这一个做太苦活，了，这个做活叫生不如死，哦，不可以，不可以。太苦了。哎，如果做活只是得这一点便拿宜，黑棋那要太出小头，了。出头好，但出头这一吃吃。怎么办？如果这个，嗯，我就再一吃。这都来不及了吧？这来不及了这吧？啊，样我这转，个应该来不及了吧？这个来得及那或者我吃这个，吗？感觉黑棋挺紧凑的，挺紧凑的，这个出来有这个勇气吗？有点那个什么嗯，啊，是。至少感觉黑棋有点勉强。就是如果现在再回来，这被我提，这是真你的。这个就让他有点三颗不可以吧？这不可以吧？被吃掉，这个好像，有点不可以吧？而且吃不干净，这个脚味道还啊，挺多。有点吃不干净。嗯，好，那可能他不同意，感觉黑棋跑有点过分。不同意啊，嗯。不同意。那如果不跑，不跑的话，黑棋是打吃在这儿，实战啊，这实战吧。对，那这哎样呀，就转换了，不跑打吃，他把这个抓，各抓一个。对，刘老觉得怎么样？哎各抓呦，一各个抓一个，谁？哎呀，都不小，是，这个天开花也不小，但是这个抓完，这个是，有危险，这块棋。哎，对，这个地方是咋回事儿？嗯，如果白的能把黑棋攻得特别惨，对，怎么办？嗯，他实战是尖了一尖一个，个，嗯，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打劫打的余劫味了，儿，我感觉是补吧。哦，这样也不火，脚上也不火，补脚上是不是你挤冲我可能挤对，你只能了，单靠单着，靠我扳，有个扳，可以这样，靠不到。对，可以这这里边样，是可以活这的，样，可以这那样，就是我做活只有小尖只有了。小尖啊，哦，那我不活呀。小尖不活，所以单粘吧，单哎，我粘。觉得刘老这个粘好像很干净，就是不会再有结的味道了。他走这个袜段是不是有棋啊？对，也就是说，黑棋如果假设结它有力，白棋对，只能这，就再被我一冲，那肯定有棋。有棋有但如棋，果粘回来，这就是锦棋结了，这个也。不有棋，这劫财嗯，那边外面有劫财的话，这个是还留着东西没干净。是，如果粘上脚上只要没棋，那就可以，对，是不是这样？是的，因为这样的话，黑棋再走别的，白棋随便一走就死掉了，这个脚上就死了，那他可能这就样，要出来。但如果出来的话，你尖在这儿，我也可以想办法出来，就是如果能把黑棋压到二路。是不是进步一点？这个白可以棋，吗？还是加一加？哦，加一个是你的，对，我加一下，对，加你硬一个之类的。这要重一下吗？还是尖这个？对，感觉黑的有点苦，黑的是得这种，怎么一路二路爬二五跳回混合吧，去？对，就只能这样子回去了。反正，感觉白棋其实这样也是 可以也是考虑，可想对，可以可战考虑，可战嗯。啊！哦，这比较普通吧，或者说这样，这样普通，是不是？嗯，这个比较普通吧，感觉黑棋挺苦的。挺苦，嗯，那刘老是不是感觉一人提一个，可能哦，还要么是白棋？冲一个。这样吧，这样比较普通，打吃我就粘。看你怎么活。哦，他倒是可以，哦，他可以尖，哦，尖。尖这一打就完了吧？这就没活吧？这就没活了，不活吧？哎，活的，活的，这样是活的，哦，那个是活的，对，可以走一些，哎。
可以走对，回回可以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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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可以活，嗯，是这样。对，做个眼。嗯，对，你挤这个。嗯，然后再做个眼。对，这样再做眼，我嗯，扑，你就认这个不给了，是。是吧？哎，你这活的，我再想想办法。嗯。对，这个活的很厉害啊，是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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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的话只能是这样，这个被它夹过去，啊，夹不过去，它吃这个，可以吃，这样，嗯，是这样吗？如果这样。对，如果是白棋粘的话，不，黑棋它有那个尖先手嘛，一爬一走，尖应该是想肯定要爬是吧？爬那就打打了啊，那不行，啊，这个地方吃干净还不容易，了。嗯。嗯，再算一算，算一下，算一下，但是粘像是普通是吧？像是要粘的样子，这样比较干净，就干净，是实战黑棋，嗯。白棋尖在这儿以后，黑棋这步棋还挺狠的。黑棋啊，是，不是跳，是那什么啊？黑棋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吃我，这就有挖，对，我又便宜了一啊，下。对对对，那有个蛙受不了那个。如果在这里可以，这可以考虑。对，那在这儿我就把它哎，对吃了。对，吃掉或者这个，吃掉拉倒，这个倒干净了，都吃干净了。所以我想，白棋粘可能黑棋是必须要去做活的。但是实战尖在这儿就给了黑棋一个退路，嗯，黑棋有一个挖的可能性。对，这个地方复杂一点，这个嗯，地方。取舍难说，但是这个棋下成这样倒是哎很有意思的一个局面了。谁好谁坏，我们来哎需要从判断一下了，重新判断，嗯，嗯。很难说的啊。嗯，现在这个棋棋拆二，拆二，它就不是跳了，跳的话和刚才不一样，这有点重了，嗯，有可能。这下法不一样了，有可能什么？有可能这个了，哦，有可能这个，直接要杀你，嗯，如果往外尖的话，嗯，对，他这个先手是吧？或者可以先加掉，先问一下，加掉，嗯，加，如果你粘，然后再走。走这个，是吧？或者这个也行，嗯，这个毕竟这个还是对眼型好一点，也行，对对这对。样可以逼迫黑棋就只能用打劫，但是乍一看，现在劫或材者黑棋也不多。这个好，这个好，嗯，嗯，加一个，直接这么阻断，这样的话，黑棋活起来了，你只能逼迫去打劫了。打劫那个棋呢，就是说这两个损了，这样白棋乐得高兴，因为打劫啊，白棋就算粘上，你还得再揣劫，是吧？嗯。这个棋，哎，因为没有走那个，黑棋是走什么了？拆二，拆二，他的又意思，考验来白棋怎么来吃黑棋。对，这个形状呢，是局面呢是比较复杂了，现在目前来说看呢，应该说形势有点复杂，哦，还有点是复杂，比较没有均衡，均衡，复杂，白棋也那面走了好多手，嗯，嗯。然后这个地方黑棋有点这欠了很多，那但是全局来说，嗯，怎么样？嗯，需要我们来那个什么了。需嗯要我们，下面来判断判断了。嗯，嗯，那么现在呢，我们，下成这个样子，到了一个中盘比较接近的一个地方，是吧？对，嗯，好，正好呢，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休息啊，跟我们爱好者一起来，考虑一下这个局面。等好，一会儿，我对，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详细的判断。好的，那我好吗？们稍欢迎回来。欢迎回嗯来。嗯，那我们现在看的呢是我们第二届中国围棋大棋士赛决赛第一盘。那刚刚给大家介绍到，就是黑白双方现在到底怎么样？嗯，嗯，经过前面的多番交战，对，嗯，这个棋最后一步棋走在这里，对，拆二，这面要跳过，然后看你白棋走不走，对，是吧？还有这面有一个打劫的问题，嗯。有点复杂。现在这个形势怎么样呢？就看这一带的处理了啊。哦，嗯，白棋现在怎么处理？要不要吃白棋现在它？嗯，是先问一下黑棋加一个，这个棋是在这儿，对，在这个高位，棋在嗯，高位。嗯，对，先加一个，嗯，好，看一下加你一个。的应手，对，加一个是最常见的一步棋。嗯，嗯，最常见的棋，
一个最常见的定型。下面你是粘还是冲？冲，对，粘比较普通，是吧？粘。粘一个可以保留以后挖或者一些味道，对，你粘这个那我挡再它可刺哎一个，刺，对对对，差不多这样吧。嗯，粘一个，对，那我再尖或者是拐都行，哎，或者我出来可能也是，哎，对对对对对，白棋是不是不一定挡得到这一下？现在，那个？就是现在白棋可能不一定对挡对得对对，到，他可能还是得先走别对，的。那他如果不走就单粘也可以，他实战是走的这个好像，对，它是冲，米小米是冲的，然后呢，丁号是冲的，丁号是冲的，对，哦，丁号冲，丁号不是粘吗？他没粘，对，它选的虎，虎一个够老实的，丁号这两个球，这么就听话这么走，对，它虎的用意就是它觉得这两个交换我便宜了，不然的话我就粘上嘛，对，是，粘上。我觉得你粘不见的这个吧，还有可能跳出来呀，是呀，有可能跳出来。嗯，这个就是。这个地每方个丁人浩的的选判择，断他不要么对，说害怕他顶一个，对，他可能觉得我要是不虎，白棋还有可能生变。他怕觉顶，得如果我能连回来也可以接受，只能说从他的这个选择来看，他是觉够得，无。要是我，我可能单粘这个，单粘就还可以，是保留一都下。保留。我冲是必然，这不能被我冲破吧？对，而且以后我甚至可以挖，就是哎，对在对这个对情对对对，况下，我是粘，你挡我就刺，嗯，我觉想得粘。那样的话会不会好一些嗯，呢？这样不敢这样吗？对，这个还黑棋还想出来要么你再爬回来，呢。嗯，这是要么爬，要么你还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感觉这个价值没有外面大，有想出来的心情。我会这么选啊，对，这他是直接丁号是先冲一下。嗯，然后再搬过来，这么定型，对，好，这是它的定型。但那这白就多一个棋。刺啊，但白棋能够压住，我觉得还压挺住舒服的。啊，白棋也不会这样了，不会这样，这样呢，他觉得这个被跳出来受不了。这块棋明显没有活，对，嗯。所以它是单压。而且压的好处是，你要再跟着我硬，我就顺势下来了。这一挡，哦我这不，边大概。他不会查。那如果这样是白棋最希望对。的，因为冲这个打，它能反打。这联络没问题，他是跳回来，哦。跳回来，跳这个，跳着对，一路混合回来，能回来。你虎一个，他就再一立，哦，都给你，就是虽说然有一点点委有点屈，委屈，对，但是一也路混是，合爬回，是，这样这这样，样怎么样？但看着白棋也挺厚的，就是自对，己不用很花厚。手数，那我现在就算可了，以给他回去就在回中去吧。间再怎么补一补之类的，跳一个，跳这个，啊，不至于。跳这个吧。这样是不是又是回到一盘棋了？对，可能是这军面你事。压缩到一路了，压缩到一路。白黑棋着实也很艰苦的回家。算了，放他一马。他回家呢，这就给他一路回家了。我那边再走一个定型，跳在这里，这局面又回到比较起漫步了。长。漫长了，这样的话，又是一盘棋，谁好谁坏难说了吧？对。难说了，这空也很难说。这个棋白棋空也不少，白棋挺好，好像白棋也挺好，可能是均衡中白棋好白处理棋一点点，好下的也说不定。这是一盘棋但啊。实战是这样，在冲了家之后，哦，它是这样，它是单加的。单加你肯定是要加这个，对你也不能冲，冲会被断吃，冲打就坏了，是吧？它是加这个，好，这个时加候这个，白它棋就有是选要择这了，样就还原了，它对，吃这个，他选择打劫，打劫了，打劫呢就看劫材，对。劫材如果这个时候白棋有利，那当然好，当然打劫好，就是看劫材了。嗯，黑棋比较开心的是有一枚很舒服的劫材，对，这个劫不是损，不损的，不损完的，全不损。这打劫，那白白棋，棋呢，有一枚稍损，但也几乎不太损的。能不走当然最好。对，因为这个确实以后也许可能跟外面，对，后面他就是说我急的是要走这个对，的，肯定是稍损一点。这个棋对他有压迫，否则我的这打能扳下来。如果我这交换了，我再走人家就不理我了。对，因为搬是后手，对。所以呢，这两个能不走当然最好，也是损的，这个对，肯定稍损，损一些，稍损。
有限的损。对，那黑现棋在提，黑现在棋，白棋走什么？黑棋提完，白棋走一下，白棋再啊，白提。棋再提，该对，黑棋提，该黑对，棋然上后去了。黑棋找的是挖这个角色，哇，那必须，哎，不一是定，不是必须？毕竟单提这个也可以。也有心情。对，这样你后手连回，我再补一个中进。哦，这个还没有啊，对，那再跳这个。再补一个。对，你挡我粘这个，你冲这个，冲这个，冲这个不能挡了吧？挡的挡我话就是，猴一个，啊，猴这个，哎，那猴我也能活是吧？啊不，我打这个，啊，更狠一点。可以打这个。那要不冲我就爬回来算了。哎，对对，爬回来算，爬回来算，爬回来，那两个给了，是这个的，吃给了，这个就是又个一盘端棋，子，他对，可能也不马上吃，他可能走别的，是，也可能走在别的地方。这又是一盘棋，这样的话谁好？这样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两分棋，也是一盘棋，一盘棋两分的拼官子了，拼官子棋，这个棋还很漫长，漫长漫长，非但常漫长。实战白棋是跟着硬了，我们的米玉婷九段是说我不还是跟肯，你打劫，他提劫，但是黑棋提完白棋的劫材怎么劫找？材在哪里？对，比较难。这个时候倒是难了，你都选择了，因为之前都有限的损，现在这个劫财真的是不知道对你到底是比如说轻飘飘的找，还是说你就是碰上去的找，这是两个了。啊，思路这了。个真的很难了，这个劫财有点难了，所以之前呢，干脆就给他不打劫，走那个。现在打劫，我倒选择了，我如果就粘回来呢？算了，也是一个，你不也是打一劫盘算棋，了，对。干脆我粘回来得了，这倒也行，这个我觉得也看打不了就算了，让这或白者棋我觉得刚刚刘老推荐的消劫消走解，走哎，也消是解，一个方案。消解很好。实战的话呢，白棋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好找劫，他选择的是这么找，但这个找劫方法，我觉得黑棋就没法应了，因为你这步棋也黑棋就只有提了，对，肯定消劫了。消解了。那就这个棋呢，就走得乱了。对。哎，因为黑棋的这个消解还是很有价值的，走完以后感觉白棋整块相对薄了一点，跟刚刚粘和回来相比，这个地方未来他借用有一很多。个有棋的，他有一个这个打，你打我提是吧？打了我提是对，吧？这是带着响的，这是拆手棋呢。你打吃，我这有打吃，哎，这个棋很厉害，这次到先手，这块棋要小心。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断点。对，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棋啊，它实际上欠手棋白棋，哎，这个地方有毛病。那下面这个，能赚回来多少？哎，对，白棋实战是贴棋。啊，这个有点狠，他这就拼了，如这果就是，是，哎，对，爬回来倒是一个。其实是个简单的，对，或者，这样呢，哎，爬回来我倒认为是一个理智一点，或者是心平气和的下法。那黑棋会不会不肯，还要跟你再尝一下？我那我估再计出会，来，我估计会。可能担心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好像就像刘老说的，白棋还是有收获的，对，而且这样就把这个地方的弱点间接的补上了。哎，啊，这个是那个什么？谜题啊，这个有力量战斗的地方，他都不放过。对，那来他是战，力量大，力量咱们行，得战斗。力量行，力量行。那这个时候丁浩也忍无可忍，肯定是要下丁来。浩不简单，丁浩这年轻的也是气盛得很。这个棋大家就那就只有战斗了，这个地方是战斗型的。这个棋呢，其实是你上来下的走啊，稍勉强一点。爬回来可能理智一点。现在这样被挡下来之后啊，你首先你要是抓不住他，首先自身毛病，以后都得要还账。比如说，刚才我说这个断打，你欠一手账，是吧？这块棋呢没有完全联络，而你要吃黑棋中间，你要占得便宜啊，不容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断点，它有借用。他想出头的时哎，你候，中各间种抓手它，段。因为它这个。开花在中间，你在中间，你要想有作为的话，不容易。这个开花的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呢，它在外面后，你给它硬来作战呢，不得便宜。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赶快自保是比较好的，应该自保一下，自保一下，慢慢来。而实战呢，这么走呢，被反贴下来，它也是成为必然。后面呢，不容易，你要有所战果也不容易，因为这个棋自身有毛病。好，我们看芈玉婷，芈玉婷又要力量大，对，她不惧这个，哎，那当然是这个就看她这个后面的本事了啊。黑棋长。哎，可以，这可以，这个棋呢，基本定型，应该是只能如此。哎，这个定型走了之后啊，哎，你把这儿跑出来，杀出一条路，那么就大家来这个黑棋必然的。黑棋必然。那么之后你显现出来的毛病，还有这一块中间的大家对攻啊。现在白棋是不是在这儿加了一个？对，试了一下应手。是应手，这个眼见的一步好棋，哎，不，或者好棋就是眼见的都要往这儿下。问你一下，问一下，这是最常见的，是吧？是。下面就是你黑棋的选择，其你实如选择，实战它是没有立下来。他是走的这个，对，如被果打了，对，立下如来果不立行下吗？来，断。断，断，就想立下来。我看啊，这个棋顺打不行吗？这样，再来一下呢？那就再来一下嘛，啊，再来一下得了。然后再，哎，不不行，不不不，你长，你只有长啊。是。那这个转到外面，对对对，你把我那个提了或者啊，提掉一些。提吧，哎，我把这个抓掉，这个如何？这样不好判断，但我觉得这里还挺大的。挺大的哈。那我能不能打这边？我如果打这边呢？比如，如果我是打，你看，大家可以重新看啊。我能不能打这边，然后连回来？这样的就棋是我，怎么走？看一怎么下，走？打，如果哦，我这样，就打一个，顺对，打完打这一个，边。对对对对。这样，白棋哎，彻底不活。不，这个棋还有一个，啊，不不不，这个顺的太多了，我觉得你干脆就这样这个吧，时候，哎，这样吧，哎，这都不打了，干脆不打，我争子有利的话，干脆就都不打，如何？就不都不走了，你打我跑嘛，是不是不能跑掉？能跑掉不能？好像不行。争到这儿的话，这样不行，我还是得打掉。蒸掉了是吧？对，没有。蒸掉那肯定不行。哎，那我如果再蒸掉打一肯定下不这行。个呢？啊，我知道了，打这个，有点俗，但是也不是不行，我就俗了，我就俗了，我就俗了，这个话真好，这个就都走掉。哎，我觉得哦，这个还可以，这里还签个断。不，这儿还要注意呢，啊，我觉得这个虽然我有有点点俗，俗我就啊，俗了，对。这个话挺有意思啊，哎，这个你就俗了的话，我这个不能少，对，那我就再跟你战斗。这边有冲断，这边你，这个多打无益吧，多打无益，好像我多打哪个都无益，打这个也没有，打这都没有意义。对，那您可能不，打这个也没有意义，打这个我粘这个没有意义。那我你虎一个不是还原了吗？对，所以我单走只能单粘了，打这个也无意义，打这个无意义。打这个可能马上我这边就要分段黑白棋了，或者是我尝过来了。对，这个我可能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不管走哪个吧，走哪个，这一拐你就不行了。感觉这样作这战，个包打跟这边打，我总共选一，白棋有点凶险。或者是已经凶险，对，所以所以，你大概是这个，我那我虎就在这补一个。儿，这个跳和这儿这都是有对，毛病凸显，而且这样白棋很重，就已啊，经太重明确太的重没太有重，眼位了。你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很难处理了，对，你如果怎么出头之类的，跳一个飞一哦，个，很难处理很难处理。但这边的冲好像也非常我严这个搬一下，你如何处理？如何交代？重。搬一个，就已经很难过，这个就已经不知如何是好。你是断还是长？想出头，对，想出头，我这还开慢一点，已经不好办，已经不好办。而这个还有炸弹，这个。
非常重的一个还有炸个炸弹，弹，这个，所以这个棋可能，就这么简单的这么打，所以那就立成立。对，嗯，那立成立，他不敢断的话，为何不立？想立。如果能立，刚才说我们那样的话就成立的话，嗯，你说你比较找个对，俗虽的，然我有点这个这几俗步有点俗，但俗，是有的时候直接也有直接的好处。直不怕俗。现在效率为第一，是的，这就是现在的风格，现在的流行。嗯，特殊情况特殊对不是待。特殊，现在就是价值观，大家就是实际现在没有，现在就价值观下棋都是这样，越实战实用。越有效果，就越大家推崇，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棋断不行，刚才我们给它摆着参考图，行的话就应该立。如果成立，刚才那一下子就把搞定了。其实这个战斗啊，白棋不合适。你下面白棋如果断不了，你走什么？对，这我可能出不好头。办。对，走这个，我虎。哎呀，这马上还有断啊，这不，边。这儿还远出来嗯，了。这面呢，你这个可能棋，飘一也个。不，OK。对对，你要走那边，我这儿冲断你，可能不行。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是一个，黑棋可能比更较，有利一点。哎，对，黑棋比较有利的，黑棋可能是就直接这个吧，直接打了，提掉，这是揣劫，这面都是劫财，是的，是吧？可以先冲断，所以这里感觉黑棋是想立下来的，应该立，应该立，他没有立，没有立，他走的什么？实战这样感觉白棋逃过一劫，白棋好。毕竟是两边连两上连了，这个厉害，这个连上还是可以的。嗯，下面黑棋走什么？再封头，这封头了。对。他来个也够狠的，反正是这个也狠。那么白棋出头啊，出。出头，对，出头，对，他走什么？这个地方好像我看 AI 是说要刺一下，刺我是刺粘。了再冲。那哦，这样，对，那这样等如果于是你这什个么呢？断就很难受。就是说，这俩刺着了，对，就想刺到这一下。有道理。嗯，这个棋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刺，我是双的或者走是，压的都行，有变数。有变数，先刺再走比较好。那有它的道理，人家感高觉棋，是这样。应该，因为等到黑棋再断的时候，就像刘实老战说的，啊，再也刺不到了。这有变化了，就不同了，事过境迁了。现在实战就是单走这个。对，那就没没有死。刺着的话，首先它是这面打是没有用的，对吧？这对，面打是正好它有个跑弯不出来。儿，这么扳死，对不对？这能扳死，扳了就弯死，那么只能上面打，对，上面打，那么上面打它粘上，这个黑棋也够硬朗的，双方都很紧凑，他们两个力，下的都是利棋啊。现在呢，这个地方有断，中间有一个像是要对杀，这个地方有冲断，那么黑头棋现绪在很走什么？多，黑棋来一个最实战的，你看，实战，弯弯的这个一并长气，那说实话，你想补断，实际上让你补这个断，补断呢，我估计啊，他有可能就自己补一个或者尖一个或者之类的，这个地方先慢点来，我估计是这样。这样白棋看是走中间还是补这边，可能得走一个，走一个，走哪类？走哪里？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舒服。对，就是不太想靠黑棋太近，但是但他是这边的棋形没这有个一地个特别，方要小心，我这有炸弹。我几乎先手，用冲断了，对的。等于先手。这样的话，是不是黑的还可以？他可能希望走成这样，这样黑棋。战斗力也很强，这个花你看，发挥了，发挥作用了，这个发就把这你的两个这个几个子你暴露在它的强的地方，应对，该是黑棋比较善战的地方。这个黑棋预计是这样，但是呢，善战的米玉行他要抢先走什么压占黑据棋，这个要点，这个的确是要点，被黑棋如果尖着的话，三个子漂浮在上方，对。就路漫漫。很难找归途，
那样的话黑棋就找准方向了。现在呢，你跳在这儿看他的实战啊，他对，说让你补，你不补，他就直接断了吧？他对，是直接断了吧？感觉一下子双方的气氛就紧张了起来，就哦，这个这地方个没有退路了，不是丁浩也够狠的，对，太狠，或者你说，想便宜我一下，不可能，我就直接断了你。这个断，那就是把你这个龟图，就是这个都断了。为什么呢？对，如果你打打吃，吃，这不是跑，不是你有对，加看吗？四，我这儿不，我直接先来一下，嗯，直接，防住你的加吃，哎，对，这样，就可以了。直接就这样。把你这个就都断了。现在这面你没归途了啊，这面没有连归不路上，了，连不上了。那那么就看这好，边。只有那头，那头呢成为一个对杀。嗯，如果如就。果走，哎，如果走，如果这样，嗯，如果这样，你我看，看看他走什么。是不是双一个哎，行就吗？够了是够吧？吗？双的话，白棋肯定得走外面，这个地方不走，要穿出来了，那就是怎么走这走个，一个？走这个，好。要不要铺掉，还是不用铺？先先看一看。锦气就是锦气，他们杀气杀的都很，哎，我也就对，我觉得铺掉吧，别我们客就，气了，别客气对，了，不客气了，直接杀死，这倒是真的没气了，哎，真这没个气，地方好就没像，气了，就没气了，哦，白棋的气这么紧呢，就是就。看上去黑的气不多，但没想到白棋的气更少，就这样，就铁不够了。不好走了你已经，走这个，我就锦气就行了，对，就一这路样干杀。打吃，然后挤了一贴就行了。对，这直接锦气就完了，这个白棋的气比想象中少很多，就你没什别么看气，它弯弯绕挺长的，一路往回粘没气，叫一路往回粘，这是最少的气。只要你一路忙着往回粘的时候，气特别少。这个地方叫没气。那如果不能切，白的怎么办呢？这个形状，就是那个地方啊，因为。也想的意外的，对，意外的就是它，只要你贴这个，它就直接啊双双，就直接没气，这叫没气，这个很直意接外，就啥都没有。对，因为看上去白棋这么多子力，结果没想到，其实黑棋看上去也气也不长，但是由于刚刚刘老介绍到这个，当你都在一路要来回连接的时候，气是很少的，对，它嗯，就差一气。这个不，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你靠在这儿，它一扑，嗯。一走这个，对，一贴气，因为你爬的时候它能挡住。对，这个确实是白棋很痛哎，苦的。差一点点就我粘都硬，上，都听话，对，就差一气，你紧着气，它就紧这个气，接不归了。接不归了，就然这后，一如果下子，你连，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了，都不行，这连就是一气干，对，所以这个棋没办法，在这个地方。丁浩就抓住他一路这个有这个气的问题，所以呢用强断，没办法。那么怎么办？对，我们白棋看怎么实战。办呢？白棋拖，要防止刚刚刘怕老他师的双，兵，嗯。怕他双，拖不让，一路不给。下面怎么办？下面呢？下面我看啊，他有没有别的办法？有没有别的办法？这个。还点有一可个，能吗？这个，点一个，我觉得我不能顶，对不对？顶您粘，这是您的，应该是便宜了，好像就顶住或者是粘上，这样感觉气是不是变沉了？哎呀，这个棋真的是不知道了，有一定行吗？也不见得。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能怎么团一下，让这个气少。白气也很那个什么，他铺一个，不，我粘这个。有个粘，对，只能这样嗯，对，记。了。也哎，是或白，者我能不能团到一下？我等团有没到有一机会个，防一下？这个地方找生存对，我先不粘这些，我找个机会，给个机会。呢，对，然后再这样可能好一点，好一点，怕您挤我。有可能快一起。这样可能会好一点。这样铺哪边，我粘哪边。铺这个只能，啊，我粘。对，就这样了，嗯，他紧气了，看看好，啊，粘，看这个，在这个，提，对，粘这个，哎，这样我好像厉害一了，刀一刀，快气了，1234，
是吧？你那一二三，传快一道气，一下还是很重要哎呀，快一气，的。嗯，是吧？对。这样快一气，有可能这样，嗯，多长我一气，啊，这个地方它很困难的，但是对，它最后被它绝路逢生，是，那哎，所以可能刘老这个点的时候，我可能只能粘这个了，我不能去顶这个，好，粘这个好，换一个，如果粘这个，对，那换一我个，更加有办法啦，我就立一个。啊，这样的话，嗯，是否有所我可能算了，我又不吃您了。我感觉这样我应该杀不过，这投个降了？对，如果您有眼，我肯定是费劲，啊，走哎，这对对对，现规在则，可以，现在叫攻气，我有我也眼，有眼，攻气就厉害了，对，就白不，棋有眼，那这样是白棋明显的就快气了，嗯，明显快，那可能黑的不行，黑的就只能往外冲，冲，对。那这样至少白棋他如嗯，果想要对，算了，是有算，一个余地的。对对对对虽然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先手可能也挺舒服的。对，嗯，是，这样，可以，双一个，可以啊，说粘一可个，以粘一个，嗯，但这样确实，或者怎么从中间走一个，啊，也有危险，啊，但至少这块棋算是渡过难渡过关。难关，对，这是能够可以说，局面是不是一漫个？长一点的一个下法。或者说，最佳选择对，应该是。啊，实战的招法，我在想这个地方，实战的招小米是不法是有有点点？儿极端。对，那，我们看到的实战，这米一平是不是仗着自己力量大呀？对，他贴在这他儿了。直接就要把他杀死，或者这个有点着急了吧？嗯，这个有点狠，这个有点狠。怎么说啊？北极虎，补一个好，他还得粘在这儿。为什么？如果你闷死，我嗯，这一吃就没办法了，因为对，这个少一气啊，对不对？对，这个子一被吃，这个气啊就杀不无疾过了，而终，根嗯，本杀不了，没法杀气。这个棋他都活了，还杀什么气啊？就说这个棋，这个贴一个虎一个，这里要吃，这里要出头，实际上。这个贴应该点这个为佳。这刚样才还我们慢着，说的点对。这个有的下，你贴被虎一个，这个棋啊，有点过狠。那实战就是这个啊。对，好，现在白棋就难了，因为刚刚刘老说了，这黑棋马上要吃这个，马嗯，上要吃这个，对。所以白棋只能撑在这儿，说我防一下你吃这个。如果你这个吃，那就上他的当对，这他可以。了。哎，这是白棋最希望的。对，那这样当然不行。那黑棋发现我可以吃这个呀，如果你一啊连不，接，我就出来哦，他是这样，他是一路大吃，了。嗯。他可能没注意这个一路大吃。对，这个一路打吃，如果走粘，别的那就我踢了，那当所以然，只有粘，他一粘我长，才长。白的得得是什么？靠还是这地方还不不太管好判断，是你不管吧，可能是靠一个吧。靠一个，好，靠一个。那么刚才这一下，这个我粘上，这个棋就没气了，没我有再气记一记。了，啊，没有气了，没有气。你看，你这儿都空着气呢，是。这个气就不够了。嗯，但是，你走什么？没得走了。你不管收什么气，我就俗收气，不够了，气不够了，嗯，没法收气，是吧？气不够。但如果白棋这里不松，就是不松气又没法断，这个形状，走别的黑棋就跟着冲，这个黑白棋也没有办法把黑棋断开，不能这个。再冲了吧？再冲我这样完对，了啊，是吧？不行，这个不行，是，所以是不是这个地方不知道芈于婷有没有什么一些误算？感觉他从跳开始可能低估了黑棋断的严厉性，这个在贴了一粘，再被一打吃，突然发现芈于婷，有问题。这盘棋呢，嗯。这个地方我估计，虽然他芈于婷力量大是这么一个对。说啊，但是这个地方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局部不对。这个丁浩从作战的角度上，从我光说棋上，这地方丁浩占优，嗯，对杀芈于婷没占便宜，虽然，虽大然力力量著称，入中，但是这个地方是丁浩。
黑棋占得商机。黑棋，白棋这个下法，这个太辛苦了。这个地方，就是说芈月婷没有发挥，这个走到这个程度啊，有点困难。因为这刚刚刚才我们这几个方式，你粘被这一长不行了。搬又被提又不行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对对，白棋只能勉强的打个劫，但这个劫就实战实战啊。明显有一点点的辛苦，白棋相啊，当对的对辛对苦。对对对对对，啊，这是打劫，对，这样对，打劫有点辛苦的感觉啊。但是黑棋说我走在外面，这里面还是没活。哦，找个本身劫，对，他他不主要是也简他也没，单的这种被你搬上，哦，他对还对，觉得我能再便宜一下。再便宜一下，再便宜一下，对，他是走什么啊？我看他找这个劫，他他主要全局也提，没有劫了。对，他们这个时候正好全局无劫，实战是下成这样，但还是没活。啊，你粘这个，他可以打这个劫，他们叫做就硬打劫，对，换个劫。全局都不好找劫，一个劫都没有，对，黑棋很厚。双方没有劫，直接就无劫战斗，那白棋分段，黑实战棋啊，实提战劫。啊，这个哇，感这个觉，劫现在那打这个找这个劫了，找这个劫。对，找本身劫，找这个点，实接战就这住。么下啊。对，但感觉白的还是有点辛苦。实战就这么下。是，哦，然后啊，提回踢回来，来，好，踢回来，有没有那个什么啊？黑棋有本身劫，扑一个。这个怎么办？如果再提，我再提劫，还有劫吗？还有一枚本就身，找这个点，这个点。但这个劫怎么找很有点不舒不，服，只有找这个点，找这个点。不能撞气，但这样就是损木了，损不准一点没事，这样得要劫财，对对对对对对，他可能走这个，我估计走这个，那你还得继续，这是黑棋的本身他劫，打这个点，对，那再来一枚，再来一再枚，走一枚。在这个，是吧？再走一然后再起，那黑的还有没有？黑的黑有棋，本身劫，但是这个撞气不肯，不肯。不肯，那个，那他不肯，他可能，黑的能不能换个劫的？对对对，扑这个，大概对，扑这个，换一个劫。哎，扑这个，你如果粘你上，粘，我就提了。对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可能这样，可能这样，白棋也很困难，很困对，难，如果再打的话，白棋就没劫没了，劫了，没有劫，因为我全们盘无刚刚劫，说这种都小了，这个整个下面都死了，肯定不行。没有劫，这叫无劫，好像还是白棋过分，明显。白棋不好下，那么看看实战吧，这个那棋所白棋以，有点这前面。这个一条胡同走到狠了，就是只有那几个变化了，走得太死了，这个地方用的有点强，应该说这个地方黑棋力量也显示了，白棋有点勉强，实那战在扑的时候，白棋觉得如果提被一提劫财不够。他啊，选择粘，他是粘的，这样你如如果果提，我提，就一挤，哦，那完这那个完，厉害了，这不是厉害了，把黑棋给吃了，反败为所胜。以。他只能团，对，那哎，这样，这个有吗？啊，有，有，是这样啊，然是这样后啊，是这样，再一粘，粘那的，那黑棋要吃，那肯定得吃，这个白肯定棋再得搬，要吃，形成这样一个形。对对对对，这样，这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啊，他这吃这个，对，吃呢，白棋得提，这个不提的话，气不够。如果提完以粘这个，后，如果粘这个，提这个，但是他后面这个尾巴要不了了。这个不行啊，这个正好不行，因为你走把它一提，一吃一走一摒气，它一粘，快一气。哎，叫黑棋快棋，所以他要先提这个。对，那提完以后，这个局部给大家看一下，以后是一他是个粘，打劫双就这火，样，对就对如果黑棋想走的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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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吃，先打一下，打一下，他粘上，粘紧完这个，也，对，他提，提白棋提，哎，黑棋打吃，你再提这个，是一个他双再火，打吃这个是吧？然你后再叫吃这个，你再煎这个，他打吃这个，但是这个现在被他吃通了，是，这吃通了之后，他这个都变成厚的了，然后呢，他再来给你个打劫活，应该说，白棋亏了，黑棋这个吃通太厚了，便宜了一把，你只是再给他打劫活，他就，所以这样的话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他尾巴已经掉了。
对，黑棋可以先实战放着不走，就，啊，实战是这样的吗？对，实战是到白白棋棋提提，黑棋就先放一放。啊，那都是成他嘴里的了，他对，嘴里黑棋说这地方的。有哦，个先大的，动手，他怕你什么？怕你白棋跳对，着补，他这个狠，他反正你这个肯定在提，然后他来动手这个，这个丁号下得好，现在如果白棋再补一手，这几个是死掉了。对，对。但是你上面脱不开手，你得先跟我，他说这个没关系，这个死掉了，他当然这个通了。能吃尾巴，实战，我们看实战。长，他是现在啊，这个都通了，变成铁后了。你看这个花是后，这个是也是提通活的，的，这对，棋通的。他现在啊，全盘没有什么后顾可之忧，担心的，对，担心的就是这个死了就死了，对。但是他别的就行。他现在要，既然什么都没有担心，那么我现在下出来的是最狠的棋，就就是盯着你的毛出病，击对方最薄弱的薄的地方。最薄的地方，它是下的最狠，它长，当白棋飞的时候，他啊，选走择得很，并，哇，这个实战加狠啊，它什么意思？下面我要跳，对，你要如果补，我这一靠就出来了，如果你走这个，对，那这个可受不了，靠出来不行，这顺势一出这里来，有断，对不对？如果补不，这个。哦，那不行，那他补过，那就见这个没活，马上你再去走活，那如果走外面，他这个就加一个你也受不了，确实是断吧？点头绪太多他就是说，你断点头绪多，我自己先延气了。长。他实战呢，看他走什么。他是，哦，看到了，其实黑棋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我们看他实战啊，实战白棋飞出，黑棋先跳一下，这是他的权利，然后帮白棋投过，走过。黑棋顶，这它个是非是。常实战的一个招法，实它战，就极其实战。团掉这下，哦，极其实战。让上面白棋是不活的，然后当你不活了以后再一冲，还吃白棋一个接不归，就是说，你走这个，我就断，我断；你如果敢走这个，我就长，如果走这个，我这一就一出，扑。那为什么这俩交换呢？交换它干嘛？打一下，上面眼位，有有一眼位点吗？眼位的差别。有点吗？如果拐吃的时候，这个顶一下再扳一下，一虎可以做活。就比如说我吃这个方向，这样哈，可能是这个可差能这样。别，因为跟中间的对杀没有关系，就那他是，也没虎，我虎一个不是好一点吗？他走这他粘。猜测是这样，因为个。这步棋跟中间的对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他是走了太实战了。对，把它全部都定型掉，我的确，看看他走的什么，走这个，然后再冲。冲，一路冲。他主要这个太硬了啊，那如果我如果退推呢？上，再冲。敢挡就断。那我再走，那我再冲。哎呦，扳我就断。关键再冲一会儿，我这一拐，你如这，果走再走，那我继续贴。这还踢啊？反，就够了吧？是不是有个够啊？吃这个吧，还是这个。感觉都可以，因为黑棋就像刚刚刘老介绍，特别厚嘛。我再贴您不走，我这搬出来可能也不行。这已经气够了，那就这样简就明。把这个吃掉。它后面只有武器，底下，本身气就够，是吧？它这个丁号是绝对实战，对。那就没有比这个更直接了。他说我就直接呢，也不考虑别的了，对，就把你吃掉。吃掉。他这个太直接。关键这个吃掉完以后还含着一个十六七目，这一串感我们觉，看看这，对，看实战啊。这样，那只有弃掉，对，这样弃掉。好，那白棋说上面被吃了，我得在这儿找一点那个回大，来。那个大，那个特别大，那个特别大啊，特别但大。是大是大，黑棋这一尖，尖那就没办法，这是你的。对，那我再一拐，好，底下再又没了。吃一串，他等于对，是吃了两个小串，但是呢，中间都给你，他便宜的又不少。那么实战，实战，然后它围中间，围在小尖。他就是说换取了中间他就给了，因为他外面吃的多，是吧？是的，外面吃的多，实战就这么下的啊。对，
那么黑棋从段开始，先手定型，就是自己收获这一块，白对，棋他为这个吃了，这个吃了，他自身呢更是安全解决了，了。没有问题了。那么下面他啊，把这一这行个回来开始吃的，打劫了，他对，说我要把这个地方是打双劫，活救回来。打劫，打劫呢，这个棋打劫是230目，本身啊，这吃这个，对，本身现在也没大的了，关键也没有大棋了，嗯。是，然后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了尖这哦，也没大棋了，个，要么是这个，这个有个大飞，要么就中间再补一个，对，是吧？或者是就跟他这打个也劫，不小，对，打劫其实他也不是小，他干脆把这个补了，这先是，手也不小，那没把这错，个飞一下，飞一下，好，这是他的全力，这是他全的这个是，然后提。提掉，好，哎呦，这个提掉，提掉，提掉，他反提一下，对，反踢，他再打住。没有，他又去这儿占点便宜，因为确实像刘老师说，现在全局黑棋是非常非常厚，他没有任何担心的地方，他都可以定型掉。打吃是吧？这都哦是不棋嘛，不不，他是先刺一个，试一下，他这对，都是先手这样，呀。哦，哇，而且我发现刘老这个粘还有啊，嗯，这还有个个白棋确实欠的目比较多。丁对呀，浩下的非常实战，对，这样的话，他就是说你敢粘，他是不是要断你啊？有可能断吧？对，啊？没有，或者我直接粘这不，个，他直接断即可，啊，断，这里已经，啊、不，这个粘和这个，你还，你他这一断，你这一粘也受不了，是吧？所以现在毛病所以就，我想能不能狠一点，直接粘，就不断，它不全都没有眼。哦，现在该白棋走，对，所以就是白棋不能粘白这棋个，走什么？白棋走什么白棋得提。了？哦，提劫了，好，黑棋呢？黑棋打吃这个。打赤，啊，大师哦，哦，那那他他觉得这俩劫见和了，不不，他提这个也不小，这个很大，那我就可以补这边了。实战，那黑棋再把这个一提，提，是这么下的吧？对，是这么下是的，的啊，那再找劫了，打赤。把吃好粘粘上，上，嗯，再提劫，提劫，黑黑棋，棋，哎，哦，找这个劫，哈哈哈。这因为个，这个有个挤，很讨厌，不，这倒是一个不损的劫材。对，打吃这个，他你打吃，但还有个侯利啊，是，倒是一个不损的劫材，然后这个黑好棋小棋，姐，嗯。现在白棋还有劫吗？白棋外面这一口。这个是劫吗？这个不是哈，这个被吃了。嗯，白棋的劫材这个肯定不是劫，这个比这个小。啊，啊。那就是还有什么劫呢？还有还有什么劫？冲一个，冲个不对，冲一好个像它能被断断掉，到外面断了，到外面。这个不行，嗯，那就没劫了，没有劫了。没有劫了。那没有劫，它只能这样粘上。实战吗？对，黑棋粘上，哦这样白棋哦哦，是收获。双活，双活。但这样等于黑棋先手就把自己的这个顾虑打消了，就哦，可以开始点目算了。一个，这个就定型了，对，定型了。好，这个定型成。这个双活下面就是目的问题是的。了，嗯，目，那我们再收几步，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目数。但是我看好像丁浩还不依不饶，断了一个。断一个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觉得这里要挖你啊？还是不什是，么？如果我吃这个，吃吃的这个，话，吃这个啊，吃这个的话。哎，它这里有没有一些气劲呢？但是怎么组织这个次序？暂时没看到什没么。有棋啊，那那他这是觉得我断一下便宜了吗？断一下我正常收这个，断一个我就是你如果吃在这儿，我就便宜了。便宜，这大概是这样，对，这样，以后我就能够，至少你得补了一目，是多补吧？了一步，多对。补了一目，但如果白棋你要是撑住，撑得太大的话，嗯，那我这就有各种挖的手段。这个棋有哦，或点儿。者我长先手把这断了也行。哦，长的这个大概长这个对，是吧？长完把这断了，嗯，也可以。对，这个也收获很大。啊、哦，这个也不小。你如果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打进来，这个受不了。是的。打一粘一冲就完了，是吧？他是想，其实这个断就是考验一下
白棋怎么应，嗯，是不是这样？是的，他其实就问你一下，比如说问手，你要吃这个，我就当便宜了，我嗯，白差一目。哎，对对然对后，但你如果忍这个，我这一尝，我马上把你断了。对，对。所以，这个在形势不错的情况下，他还要继续争取更多的收获。其实现在黑棋就目啊嗯，已经够可以了，了，哎，黑棋的目应该是优势，哎，它正常收也，但是它走一个呢，断一个，也考验一下白棋，其实是一种，考验一下，其实是没有什么跟胜负可能没有太大关系，那我们看白棋接下来这个地方可嗯，能是挖一个。打将，可能是他定型了两下。哦，挖啊！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可能找，这个是不是有点对，那个他什想看看有没有弃锦的可能性。么？哦，啊，我看到白棋的下一手，应该能够感受到，李玉婷也意识到自己现在形势不好，他是撑在了这儿，他对，觉得既然你断我，这是我的一个因为机这会。个是后手，后手，这个都不景气，嗯，你走什么我他，都硬，对对对对，你不管是挤或者虎，我都硬。你再收我就吃。哎，对对，差一气，正好是的，差一气，他就是不管走哪个都没用，所以呢，他这个棋没走这个，他他走的什想么？补，这样可以间接的补中央。对，这个不尖的还要连呢，这个棋有一个连回来，巨大，这个对，连一个特别大，但是中央架不住中央大。这个口出了点问题，这个被贴进来了。哦，你粘这个，这个口这个大，这是，个比这个大，这个。就算20目，这个不止。嗯，那么实战，而且这个搬一搬，是不是这哦，个那还棋有问题。还有问题？对，我们看白棋现在搬，黑棋如果这一下是先手，嗯，看一下，假如这一下是先手，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挤，再一粘，再一断，这是什么？你如果提。如果提掉，嗯，黑棋是不是就粘出来就行了？粘对，好，粘好啊，就粘顺可以，出。粘可以了，这个好像一下子白棋的控大本营就被黑棋穿进来不能被穿，了。嗯，本来就不够，再被穿那还了得？那如果不被穿，我们看一下，在断吃的时候，黑棋是先保留了这个扳，先挤，挤完了吃，实战，是这实个。战是走的这个。白棋有没有什么反抗的可能性？这边有没有什么弃锦比的？如他那儿有个回响，这有个回响。哦，如果这样，如果这样，嗯，这受不了。那个这，后手哦，不行。不是先手，那如果那先先扑，挤先挤先挤这个。先挤粘上，哎，对对对再走对对，这哎，个，对对对对对，这样可以，这样这样。不好一些吗？是不是？嗯，那这样我现在有没有可能说你嗯，没有劫财呀？我有没有 拼了？拼哪个？我现在我如果断一哦，下，对对，有这个，有这对，我断一个，我跟这个好，如果是走一个，我就不进。不，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啊，对，直接提也行。有劫财嗯，哦。或者我走这个也行。哎呦，只要没劫，我就哦，全盘无劫是吧？还有一枚这个，哦，这那不能，自杀不行，没有劫，个，没嗯，有劫，就这那没对，劫不就那这没个不劫，就完这个，了？这个更直接，不装了，踢掉，踢掉，嗯，就完了，那好像也不行，不行，这个不行，不行，不不行，可不可，实战那看来不看行，实战，这个这急也来不及，个几个方案均不实战可，铺这个。实战铺这个啊，啊，铺这个防这个，防放哪个？这边有一个实扳，战啊，实战啊！嗯，这样黑棋如果补回去，它就可以提回来，哦，好一点点。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啊，那所以铺的时候，对对，黑棋是粘在这儿，它哦，没有不不提，提，单粘。哦，不给他啊，那这个样。啊，实战啊！哦，这样的话，它等于让你这个还是没补上。你因为你走别的，他还对，是又还是打刚打刚打那个，打打打，对。不是，你走这个，他就打就行了，对，打短吃，再打，再短吃，嗯。还是你刚刚那提个。了，他再一走这个，你吃我就粘上，哎，对，不快一行。气，不行。好，再看。那白棋怎么办？白棋希望这个提能变成先手，他就挤上来，他希望下嗯，成这看样。看实战，怎么下？他是
这样差的，的，然后这儿是有一颗啊，对黑棋，看看啊，这儿还有一颗黑子，看看情况，实战就这么下的啊。他挤的这个，他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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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黑棋单提，哦，补不有上，个单提，这个是个冷手，对，啊，他以为你要补，他单提吃这个后手。对，那你这两个怎么办？现在这颗棋子，当年这个没有吃在二路，不，都没有都关不系行，了啊！下成这样，嗯。那就认输了。对，这个好像无法继这续了。个无法再继续了。是。这个当有他这个提的时候，嗯。一切就看得特别清楚了，因为不行 A、B 兼和。了，都没有用了。你吃这个是后手，对，吃我就长进来，提我就断吃。吃这个后手，他因为打二还一，嗯。还长气，所以到此，就是说应该是投最后一手。我猜想是正确，是这样吧？是的，最当后一黑手，棋提在这儿的时对，候。最后一手。那么这一次三番棋的第一局，丁浩就拔得头筹。好，嗯，那么这盘棋呢，最后以丁浩中盘胜，嗯，结束。那么没关系，还有还有继两，续，对，明天的同一时间，那么他们会进行三番的第二轮的较量。好。对，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先为您解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希望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天元围棋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看李玉婷能不能发起她的反击。好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到此给大家说再见。